Oh,
284輕鬆準理之火。再嚟講，預備一二三，第一節。人神呼開呼吐射入冰川內。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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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司仲代读。大家低頭默讀，第二備心。阿門。奉主耶穌聖名開始呢個下晝星期三下晝嘅聚會。咁我哋先嚟唱一首詩，嚟讚美神九十五首。君王为罪人钉十字架，流血做中保，救赎恩极大，造我罪人身中，怪罪恩如流亡红，感谢恩将我拯救。就是人多失去身心灵心主你的释放，向我牵着坠落一切痛苦已悲惨，尽靠我主救赎，魔鬼空猖狂，耶稣主耶稣，你为我伸出仇敌，耶稣主耶稣，你为我受高的君王，为信徒预备安葬，在末日降临接我回天家，那时间出生命，在末日的灵魂，主神光已身旁，善恶分不差，耶稣主耶稣，愿你接我回天家，耶稣主耶稣，我愿你快乐。请坐。我们聚会之前先来祈祷，求神带领这一节的聚会，那我们一起跪下来祈祷。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Christ, we pray. Hallelujah. Hallelujah.
奉耶稣圣名啊，讲话啊，各位啊，弟兄姊妹啊，大家啊平安啊，感谢神哈、啊，大家能够啊抽出时间嚟参加啊今日下昼嘅呢个聚会啊，祈求神嘅恩典啊同埋啊慈爱哈啊，常常与各位同在。啊、感謝神、啊、今天呢、啊、小弟會跟大家來分享的這個題目、啊、就是、啊、根據這個、啊、以賽亞書裡面的一個、啊、預言、啊、就是有關、啊、耶穌基督、啊、降世的、啊、為人的這個預言。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第六节，九章的六节，教我们大家一起读，九章六节一起读。自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即是全能的神，在的父，和平的君。感谢神、啊、今日呢，我们所讲的就是、第九章第六节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尊称、啊啊、就是和平的君。咁我哋知道呢个係讲到耶稣基督出生嘅事情。我哋再睇呢节嘅时候呢，我哋发觉到一个好奇妙嘅一个地方。呢个婴孩呢
婴孩出生，当然出生的一定是一个人来的，但是呢，这个婴孩的名字呢，当时以赛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知道他是没有把这个名字讲出来的，但是他把这个名字的这个含义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从这个以赛亚书的 第九章第六节呢，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到底这个儿子是指着哪个来讲的。当然我们可能不是敢问一个生出来的人怎可能比如说是永在的父呢，或者是和平的君，这个是一般的世人没办法去了解的一个神的大作为。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呢，神就是这个道，叫他成为人，所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拯救人。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道原本是神，但他成为人，就成为一个有肉身的人。所以这个儿子呢，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的，他是人，完全的人，咁同时佢都系神本身，所以嗰个名字所包含嘅呢个含义咧，系指向神嘅呢个神性嚟讲嘅，所以呢个儿子嗬，佢出生之后咧，虽然系一个人，但系其实在神嘅计划当中咧，佢系神本身嚟嘅。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耶稣好多次讲到呢，他说父呢其实是在他里面，这个不单止是父住在他的里面，那其实呢耶稣的本性呢，耶稣的性情就是父的性情，换句话说，耶稣的神性呢不是一般的神性，耶稣的神性其实就是父的神性，就说神住在他里面，所以他的性情他的神性都是天父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书的十四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九章的六节，和平的君。所以如果你看英文，这个和平呢叫做 peace 嘛。那 peace 在中文可以翻译为呢和平啦，平安啦，同埋和好。咁英文都系同样用呢个字嚟讲明㗎。就系一个你同人哋和好，有平安啦，系咪咁所以我哋当中我哋能够有呢个平安peace 其实就是和平的意思，大家能够住在一起。所以一个字其实在英文有几个意思，中文翻出来是这样的。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呢，这个和平的君，这个君当然可以说是君王，是一个皇帝，或者是这个君子啊，君子，系嗱，咁我哋就发觉到咧，其实意思就系讲呢个王嗬，佢能够把所有使到人唔能够得平安嘅呢、这个呢、这个障碍咧，一一嘅除去，所以佢可以被称为呢个和平的君，系咁呢个意思就系咁嘅嗬，咁点解耶稣喺度边被称为一个和平嘅君呢？其实同神嘅呢个开始创造人类嗬，呢个
目的是有关系的。神创造亚当之后呢，其实就会同亚当呢好好和睦的齁来去相处的。但是因为人的犯罪，咁嗰个烟囚呢就被建立起嚟咯。咁从嗰个时候开始呢，神所赐给俾人嘅平安和平呢就消失咗。所以我哋从呢个圣经可以睇得到。咁我哋先嚟睇一节圣经，教育圣经嘅呢个民数记。我哋先嚟睇民数记。民数记的第六章，民数记的第六章，我们看看这个二十六节就好了。第六章的二十六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六章的二十六节，一起来读。咁呢度咧，呢个当然系对祭司嘅一个祝福嚟嘅，嗬。系咁就讲，希望神咧，你个仰面嗬，赐你平安。当神嘅面咧系对住呢个祭司嘅时候。咁祭司就能够得到平安。就讲神嘅呢个面能够光照佢哋，把恩典同埋平安赐给佢哋。咁我哋要睇返呢个呢个创世纪。咁开始嘅时候呢，神做人之后，咁我哋发觉到佢哋系冇隔膜㗎。人同神系有呢个自由。来去相处的。咁人犯罪之后，你如果睇呢个创世纪，神系第三章嘅最后嗰度系把佢哋赶出去嘅。赶出去就讲离开神嘅面。咁离开神嘅面，就神嘅面呢光照唔到佢哋。咁如果冇神嘅光照嘅咩，嗰个咒诅就嚟啦。嗰个死亡就嚟啦。人就得不到平安。所以和平的关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平安带给我们。但是人去得到这个恩典呢，一定会有神的这个面的光照。这样呢才能够真正跟神的和好。这样我们知道，虽然人得罪神，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了给这个同人所立的这个永远的平安的约。咁我哋去嚟睇下呢个以赛亚书。咁我哋睇下以赛亚书嘅五十四章。以赛亚书嘅五十四章吓。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我哋嚟睇第十节。五十四章嘅第十节，一起嚟读。所以以赛亚书和呢度咧，其实在呢、这个记载到呢、这个神对人嘅呢个不变嘅呢个心，就希望咧人有一日能够同神系和好，得到平安。所以呢度讲得好清楚嘅，佢讲嗰个大山啊，嗰、那个海挪开吓，小山去迁移啊，但系神嘅慈爱咧。唔离开神嘅子民。当然呢个系神嘅心意，在佢嘅呢个平安嘅约当中呢，神爱去成就神同人之间嘅呢个和平，
係，所以我哋睇教育聖經咧，其實幾多朝作呢個方面嚟講嘅。啊，咁當我哋睇以賽亞書嘅時候咧，我哋就知道好多時候談到耶穌基督啊，其實幾嚟嘅是主有目的，就係俾把平安帶俾我哋。啊，咁我哋嚟睇一下呢個五十三章以賽亞書嘅五十三章。以賽亞書嘅五十三章。咁我哋睇第五節，五十三章嘅第五節。大家一齊讀。咁從當然，其實我哋去睇到睇整章啊，呢個整章就講到耶穌嘅呢個受苦嘅事情。咁其實個重點咧就係講俾我哋知咧，以後咧耶穌神去道成肉身嚟擔負我哋嘅重擔，同埋擔當我哋嘅罪。咁佢擔當我哋罪嘅時候，佢就一定要受苦。咁有時候我哋又問啦，點解一定要受苦咧？神是这么伟大的神，他讲一句话，其实人的罪就得到赦免。咁我哋有一点呢，可能我留意的，神所设立的这些诫命，其实他是第一个自己先要守的。你如果去注意去看，教育圣经很多时候你所讲到的那个神所設立的約啊，各方面的这个诫命，耶稣是不是神是第一个去守啊？咁如果我哋睇呢个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啊，佢讲如果唔流血的话，罪就唔能够得到赦免啊。呢个系在摩西律法嗰度所讲的。但我哋发觉到咧，神因为去救我哋，所以佢自己去道成肉身嚟流血，咁在呢个整个嘅过程当中，其实佢系满足咗自己所定嘅呢个律法，系佢并冇好似人嗬可以偷工减料嘅话咧，就偷工减料是神唔晓嘅，佢自己规定嘅嘢咧，佢一定自己去先做啊。咁其实就俾我哋发觉到咧点解圣经讲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所讲的话，他自己先去做的嗬。所以在呢度我哋就发觉到，他讲叫担负我哋嘅呢个重担，担当我哋嘅罪嗬。所以进入到新约嘅时候咧，耶稣就嚟啦。当然从圣经嚟睇，我哋就知道咧因为耶稣来出生的时候呢，其实有天使嘛，在天上给他们称谢神。咁其中一个重点给他们所讲的就是在地里一定有平安。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已经出生。咁这个我们看耶稣来的时候，当然的工作的范围非常的小，但是凡是同佢接触嘅人，是真心嘅，都能够从耶稣嗰度得到平安。譬如讲嗰啲有病噶啦，佢嚟寻求耶稣，咁耶稣要医治佢。嗰啲心灵有重担嘅，咁佢嚟揾耶稣，同样嘅耶稣俾佢咩平安。所以我哋咁睇到佢再世嘅时候咧，佢的确系一个咩？和平的君，和平其实就是平安的意思，把平安带给人。所以当然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因为我们是跟从神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其实都应该有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平安带给人。其实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心中一定有平安的。不论他经历
多大嘅困难，但系心中咧，因为佢相信神，知道神系信实嘅，所以佢心中有好大嘅平安，系咁嘅。好，耶稣嚟到呢个世上嘅时候咧，佢当然就传福音啦，咁按着神嘅时间到咗之后咧，叫做钉十字架嘛，系咪？咁钉十字架，我哋可以讲呢、这个和平嘅君王在肉身嘅时候咧，最大嘅工作就系在十字架上，佢完成咗呢个工作所以对于嗰啲后来凡系相信佢嘅人，咁因为信耶稣，咁最得蒙赦免嘛，其实最大嘅平安唔系肉身嘅平安，但我哋睇耶稣嘅工作当中咧，佢赐给人最大嘅平安，就系使到人嘅罪得到赦免。咁赦免之后同神和好。咁呢啲人咧，我哋可以讲咧，先有呢、这个真正嘅平安。如果罪冇得到赦免嗬，嗰、那个罪在人嘅心中系一个重担嚟嘅。咁不论你我哋到边度嗬，因为我哋心中有呢、这个呢、这个罪所以呢个重担就好似压住我哋一样所以我哋人咧都冇平安所以耶稣嚟嘅时候咧就除罪除罪所以我哋发觉到咧保罗讲到呢、这个写信俾呢、这个罗马教会嘅时候咧，叫特别咁讲咁我哋去嚟睇下呢个罗马书，罗马书嘅第五章，咁我哋嚟睇第一节咯，罗马书嘅第五章第一节，我哋一齐嚟读五章一节。咁呢啲呢个以神相和呢其实就係英文就讲同神有呢个和平有个平安你咁睇喎。或者从其他经文嚟睇个就同神和好啦。咁我哋我借着呢、这个清义嘅呢个过程咁我哋清义之后呢清义就讲因为神的怜悯，咁我哋嘅罪咧，神唔再去追究，点讲？一笔勾销，一笔勾，就讲一笔勾销，就讲唔再算嗰个以前你所犯嘅罪，因为你信咗耶稣嘛，系咪？好啊，咁系借着嘢同耶稣和好啦，和好所以我哋点解讲呢个洗礼咁重要？因为你睇圣经嘅话咧。这个同神和好一定要经过这个洗礼，因为洗礼有除罪的这个功效在当中。好，咁而家要我哋有一个好一个好关键的问题哈。咁我哋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而家系咁呢个和平的君咧，在肉身的时候已经成就咗这个。使到我哋同神和好嘅工作，但系而家咧，我哋已经进入到耶稣基督，但系我哋发觉到咧，呢、这个和平嘅君咧，佢冇离开我哋嘅，因为我哋知道，耶稣在世嘅时候咧，佢同门徒咁讲，佢虽然在升天嗬，翻到天父嗰度，但咧不多时，佢要翻到门徒嗰边嚟，咁佢嚟。到门徒嗰度咧，其实就系以圣灵嘅形式嚟住在嘅当中所以我哋可以咁讲哦所以我哋可以咁讲咧，就系和平嘅关咧，以灵嘅方式住在我哋嘅当中为咗爱嚟帮助我哋嗬嚟去得胜嘛，系咪所以我哋发觉到呢、这个所以。约翰福音书要咁讲，圣灵在我哋心中嘅时候咧，
其实如果我们顺从圣灵呢，咁我们就得到平安。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书的十四章。约翰福音书的十四章。咁我哋先嚟睇呢个二十六节嗬，十四章嘅二十六节。咁我哋大家一齐嚟读《约翰福音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大家一齐读。咁我哋就係讀呢個二十七節。咁當然我哋在查考約翰福音書嘅時候呢，十四章開始呢，耶穌就講俾門徒知道咁嘅愛離開佢哋，因為嘅時間已經到，我翻到天父嗰邊去。但在呢度二十六節咧，就特別講明呢、這個保惠師嘅嚟到門徒呢度，就係一個幫助，嚟幫助佢哋咧，嚟去記住耶穌所講嘅話，同埋嚟教導佢哋啦。咁呢個係聖靈嘅工作，在人嘅心中，我哋做嘅工作。咁接落嚟咧，耶穌就講到平安，我把平安賜給俾你哋。咁我哋把佢連起嚟睇嘅時候，咁我哋就發覺到，在呢個世上雖然呢個世界咁混亂，但係我哋唔要驚，我哋心中有平安。點解咧？因為呢個和平嘅君住在我哋入邊，住在我哋嘅入邊嚟指導我哋、教導我哋，使到我哋能夠記住耶穌所講嘅話。所以呢個平安咧，呢度嘅平安咧，其實係從邊度嚟嘅？就係從聖靈嚟。當然呢個我哋可以講嚇，呢個聖靈就係從神嚟㗎啦。好。所以呢個聖靈嘅工作非常嘅呢個重要嘅。有時我哋覺得心中冇平安，好多時候我哋忘記咗神嘅説話，或者在生活當中我哋冇辦法把神嘅話咧活出嚟，所以心中冇平安。如果人能夠完全嘅嚇，好順服嘅嚟跟從神嘅話，咁我哋發覺到我哋嘅心一定充滿神嘅平安，因為和平嘅君在我哋嘅心中嚟指導我哋，所以呢個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福氣。所以我哋同一般世人唔同嘅地方，或者其他基督徒唔同嘅地方，就在呢度。我哋常常講真耶穌教會嘅地方，就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教会当中，这个是我们从小都听到大的一个讯息来的。所以我们发觉到在使徒时代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你发觉到后来使徒行传要特别这样说，那教会有平安。为什么有平安呢？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咁我哋起嚟睇下，我哋嚟睇呢個《使徒行傳》嘅第九章。我哋嚟睇《使徒行傳》《使徒行傳》嘅第九章。我哋一齊嚟睇三十一節喎。九章嘅三十一節，我哋一齊嚟讀。
啊，係咁，我哋都知道呢度係呢個教會受逼迫嘅時候嗬。雖然嗰個逼迫好大嘅，你發覺到嗰啲信徒去四散就走到唔同嘅地方去。但係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講我哋發覺到佢哋嘅呢個教會啦，信徒當中咧係有平安啊，所以呢個唔係一個教會得到平安。啊，咁如果你睇嗬，你睇翻嚟嘅時候，結果各處嘅教會都得平安啊，係因為當時嘅教會嗬，所以唔同嘅地方咧都非常尊重呢個神嘅説話。所以雖然呢個逼迫好大，你發覺到每各處嘅教會都得平安，這個是不簡單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講一間教會得平安，可能我哋了解過，因為呢間教會嘅信徒咧，佢哋好忠心以神。但係呢度所講嘅係各處嘅教會，差唔多可以咁講，每個教會咧都得到平安。所以因為呢度咧有聖靈嘅工作，聖靈安慰佢哋。所以大患難當中嗬，能夠有平安啊，係因為聖靈嗬把呢個平安賜給俾教會。好啊，咁呢個係我哋從呢個整體嘅呢個教會嚟去講嘅。但係如果我哋講到個人嘅時候嗬，我哋信耶穌嘅人應該就係有呢個咩心中有平安。咁呢個係神嘅應許，咁呢個話係冇錯嘅。但係人呢有責任，我哋先嚟睇下嗬。耶穌在約翰福音書咧，同樣有第二次嘅講到平安。咁我哋先嚟睇十六章。使徒行傳嘅十六章，對唔住啊，約翰福音書嘅十六章。教我们来看33节，十六章的3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呢，主耶稣嗬嘅升天前，再讲在呢度嘅讲明一件事实。佢讲咧，在佢入边系在世上咧有苦难，但你可以放心，我已经信有呢个世界嗬。在我入边啊，在耶稣入边咧有平安，有平安嗬。咁耶稣。在呢節經文最後一遍咧，一段嘅時候，佢講到你可以放心。啊，點解放心？因為咧，我已經勝了世界。咁呢句話嗬，呢個得勝呢個世界同我哋人得平安有咩咁關係咧？耶穌勝咗嘛，咁我哋人愛點咧？同樣愛好似耶穌一樣啊。勝過呢個世界，當然約翰福音書所談到呢個世界係多個層面咯，咁第一個就講咗大環境，第二個就係耶穌所面對嘅人，我睇到嘅人咯，第三就耶穌圈子入邊嘅人，咁你發覺到呢個世界唔單止係外在嘅。或者係在耶穌當時嗰個環境，其實呢個世界再講屬魔鬼嘅嘢咧，都走到入邊嚟，係，所以好似猶大啦，佢變咗質嘛，係咪？係，被呢個世界嚟勝過，係。所以等我哋去得平安嘅人咧，一定好似耶穌咁勝過咩世界啊？咁我哋嚟睇下耶穌點勝過呢個世界啊？第一。在呢個嘅被捉拿嘅時候咧，咁雖然大環境非常嘅亂，但係耶穌非常嘅平靜，
咁第二，你发觉到咧，耶稣并冇因为环境嘅混乱嗬，使到佢冇办法嚟去完成神嘅工作啊。OK， 呢个就系佢德性嗬。第三，虽然佢嘅圈子入边嗬，有一个卖佢，有一个否认佢，系，但系耶稣咧，依然咧能够坚持嗬，嚟成就神嘅呢个旨意。啊，所以呢个嘅胜过啊，佢冇因为呢个环境嘅恶劣咧，就放弃唔嚟去成就神嘅呢个旨意。啊，佢嘅德性系在呢度，嚟德性啊。咁我哋嚟睇呢个十五章嗬，啊，耶稣要讲到咁嘅一句话。啊，我哋嚟睇呢个十五章嘅十八节。啊，十五章嘅十八节，一齐读。十九節。咁呢度耶穌其實講得好清楚嘅，呢個我哋唔能夠點講改變嘅一個事實。咁呢個世界一定恨我哋嘅，憎我哋嘅，當然，如果我哋屬神嘅人咧，一定係憎我哋嘅。係咁，有時我哋可能好諗咁嘅一個生活嘅環境啊，我哋點能夠支持落去咧？因為你出去就世界啊，世界嘅人都憎你嘅。係咁，你點嚟去面對咧？啊，所以呢個和平嘅君啊，在我哋嘅心中嘅工作非常嘅重要。啊，所以聖經先講。我哋入边嘅嗰个咧嘅力量系大过出边嘅，就系胜过魔鬼嘅，所以我哋唔使担心。当然我哋如果系追求神嘅话咧，你发觉到呢个世界嘅呢个世界咧，就系有争我哋嘅。咁有时我哋可能系咁谂，咁人活着咪好可怜？点解咧？我哋去变成一个悲观厌世嘅人，冇咩益处嘛，系咪？活在呢个世上，因为个个人都憎我哋嘅，系，所以我哋感觉到好似冇咩意思，系。但系我哋又知道，因为我哋系属神嘅人，我哋一定要面对嘅呢个咁嘅一个问题，系，所以我哋要有咁嘅一个认识，先有一个心理嘅准备。如果我哋想亲近神，咁我哋要准备讲世界要争我哋，系我哋先冇把几谂成个一定嘅出边嘅人争我哋，唔一定。凡系你系属神嘅，你一定要俾嗰啲唔属神嘅人咧嚟争你哋，争我哋嘅。系咁呢个系唔能够逃避嘅一个事实嚟嘅。啊，但系咧我哋要知道，因为有神嘅灵在我哋心中。所以我哋同样嘅能够靠着圣灵嚟去学习耶稣嘅榜样能够胜过呢个世界，就系在我哋嘅生活当中，在最困难嘅时刻当中，研究能把神嘅旨意行出嚟咁呢个就系我哋应该去做嘅嗬。所以当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自己会去多多的灵修会来去追求。咁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咁神就会把这个好出乎意料的这个平安呢来赐给给我们。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我哋睇第四章，我哋先嚟读第五节嗬。我哋一齐读第五节，四章五节。第六節。
啊，七節啊。啊，咁我哋啊都係常常啊應用呢段經文咧嚟去安慰啊我哋在苦難當中嘅弟兄姊妹啊，咁希望佢哋能夠靠神，從神嗰度得到平安，就唔需要掛慮太多。但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呢度係講到你真正能夠得到平安啊，同你平時嘅靈修有好大嘅關係。所以第五節咧先講到謙讓嘅心。咁謙讓就係講係兩方面嘅，一個就係好有恩慈嗬，你對人非常有恩慈，咁你所做嘅事情都有恩慈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有一個忍耐，就係講別人點對你咧，都冇所謂，你能夠忍耐啊。咁所以因為你有靈修，所以你在祈禱嘅時候，你面對困難啊。比如讲你面对到咁嘅一个问题嘅时候，好快嘅神嘅平安就充满你嘅心。点解呢？因为你平时有下功夫，你平时在呢个人际关系呢件事情上咧，你非常嘅追求啊，咁你都能够企得稳，因为神俾你平安啊。所以我哋发觉到神自在我哋嘅心，但系人咧都需要嚟盡自己的責任來去靈修自己，使到神的平安能夠居住在我們的心中。好，咁我們再來看一節聖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詩篇。我們看詩篇的29篇。詩篇的29篇，我們來看這個10節和11節，我們一起來讀。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作作為王，耶和華作作為王，直到永遠。耶和華的旨意。咁我哋先嚟了解一下，點解呢度特別講到洪水泛濫嘅時候咧？神坐作為王啊？點解同洪水泛濫有咩關係先？咁其實呢個洪水嘅泛濫就講在災難嘅時刻哦，神一定要成為我哋嘅王，咁就係講讓神咧嚟去掌管我哋嘅生命。这个就在洪水泛濫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能够让神来作我们的王呢，那十一节呢，那我们所得到的益处是什么？神就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其实这两方面的神去把平安赐给我们，其实已经在我们的心己本身就是平安，但是我们去感受到这个平安呢，我们去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和平的君，就是和平的王，当成是我们的王，所以这个平安就我们就得不到。所以平安的时候我们爱让神来当王，在泛滥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让神来成为我们的王，这样呢我才能够真正体验到这个和平的君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希望神的平安都能够常常与各位来同在。感謝神，今日講到就到呢度，我哋嚟唱一首詩，我哋唱97首。
我哋而家嚟做呢个结束嘅祈祷吓。啊咁啊，弟兄姊妹啊，边位需要按手嘅啊，唔好客气喎，到前面嚟。啊咁，我哋同时啊为教会各样嘅圣工嚟祈祷。啊，我哋都一样嘅啊，彼此嚟代祷吓。啊咁，我哋一起跪低嚟祈祷。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Christ,
奉送诸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免我们遇见试探。感謝神，我哋呢一節聚會就到呢度結束。弟兄姊妹，大家平安。